妈，我跟那个人通电话了，他说啊，看上咱们家的一款衣服，可是要批量生产，咱们人手就不够，所以我想啊，借这个机会，把咱们家这个小作坊大变样，怎么样？咱们这个小服装店，从江苏开到这儿，也挣了一些钱，这生活过得挺宽裕的，我看日子过得不错，别瞎折腾了啊。知道你是心疼我，怕我累着了。可是人就活这一辈子，不干点事儿哪行？妈，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把服装加工厂给办起来吧。我算了一下，租房子、买缝纫机，咱们的钱都够。等服装加工厂办起来，你就是设计师了。可妈的文化水平不行啊！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只要你想干，还怕不成啊？我到时候多给你买点资料，跟你一块儿学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真的，妈。那我去洗菜。行，你别洗，我洗啊。你好好坐着，我问你一件事儿。上次我让你打听新亮他姥爷的事儿，你给我打听了没有？哎呀，我打听了，我都忙忘了。姓穆，还会跳秦杆子舞。真的呀？妈，你别一惊一乍的，人家才72岁，怎么可能是我姥爷？72岁，年龄不对，小了点儿。你记着点这件事儿，以后有机会啊，你让妈也去一趟。妈想看看你说的这个怀孕，她到底是怎么一个人。哎呀，妈，你别一听了姓穆的就，天底下姓穆的多了，会跳前杆子舞的人也多了，都能是我姥爷呀。奶奶，哎，这是妈心中啊一直惦记着一件事儿。找你让你把砖挪开，你是死活不挪呀？啊，我哥来跟你一说，你乖乖就把路给我清开了，这砖也挪开了啊。这人情让你送的。刘贺，在那说啥呢？你当我把砖挪过来，我是怕你是吧？跟你说吧，我主要考虑着，咱老林旧居住了这么些年了，是吧？再说，你们家彩霞不是和我们家双全还谈着那个吗？咱要是弄僵了，不伤着孩子。你别以为你把砖挪开了，我就会同意彩霞和双全的事儿。你当我们家彩霞是这块砖呢？啊，你想搬到你家就搬到你家呀？你做梦去吧你！刘和，你又给我叫板是吧？怎么的？我咋挪过来的？我再把它挪过去，你试试我敢不敢？你要挪呀？啊，你挪！哎，你现在就挪！哎，你当我你有能，你来挪挪挪挪！你当我不敢是吧？哎，来你来挪！你当我不敢是吧？你来挪！小样的，哼，我看你能把我家道堵到什么时候？挪来！我还就挪给你看看了，我今天我就不信了我。我就不信了，我挪给你看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就。现在用正合适啊，是吧？你看，1:1000的用水勾兑量，你把它勾兑好了，直接在那裁印上就行。
来，咱一块弄吧。你就别动手了，我来吧。弄制药的时候得戴手套，拿着。小梅，你都快成我们家的顾问了。是吗？嗯。但是我可不满足于只当一个顾问。那你想当什么呀？顾问这个称呼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心疼啊，其实我今天本来不想来你们村的，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还是鬼使神差的给你送药来了。我看你呀，你就是老来我这儿走顺脚了呗。好，你说我走顺脚了，那我就走顺脚了呗。反正人家挺喜欢来你这儿的。可是你呢，却从来不到镇子上去看我。有事儿我就去呗，没事儿我去干嘛呀？怕影响你工作。好，不说了。来，我们倒进去。我说，这车砖还卸在这儿。上次卸砖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想卸在这道上，你非要卸。这村主任又让我们挪那边去了。今天卸砖你还要卸这儿？今天卸这儿，明天挪那儿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说你不是给我家干活，给我家干活，那我让卸哪儿就卸哪儿，卸，卸。行行行，你说卸就卸，来，快快快，卸卸卸，都卸在这儿。哎，何九公，你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哎，别卸了，别卸了，别卸了，别卸，别卸了。卸，你给我过来，给我卸，给我卸，别卸，卸，都给我卸了。何志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卸了，你还真赌啊？啊，你也太欺负人了吧？啊，你赶紧给我挪开。我告诉你说啊，何志光，你要不挪，你信不信我全给你砸碎它？你砸？你能砸？来，你砸它试试。你挪不挪嘛？我不挪，我。你想干啥？你想干啥去？你挪不挪？我不挪，我咋的？好，好，好，你砸我砖哈？行，我跟你说，你砸碎我一块，我让你赔两块；你砸碎两块，我让你赔六块。你砸，你再砸你，卸，给我卸！你们行，郭继光，你等着啊！我还是找村上去，我，你等着，我让你卸，就卸，我让你堵我家的道。摇手你就卸啊！你找村上，你找镇上，你找县里来人，我也不挪着砖。船上风这么大，还得乱跑、啊。知道了，爸爸明天啊送你去岸上的小学读书啊。待会儿啊，你把你的文具还有书包都整理好，知道不？爸、啊，我的作业本都没了。怎么了？全让吴二修他给撕了。都撕了。撕了就算了，爸。重新给你买啊！他们的女婿
这活计工的工作，村上是怎么做的？他也没做明白呀。怎么了？前脚啊，是，他是把那个砖都挪了，把道也给我让出来了。可现在倒好，他又拉了一车砖，又把道给我堵上了。你说，这个活计工啊，我都跟他说好了，怎么又拉？哎呀，哎，是不是你又说什么了吧？我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你没说什么？不可能。你肯定说什么了，又把人给惹火了。行行行，就算我说什么了，他也不应该把道再给我堵上啊。刘辉啊，我不管怎么忙，我肯定要去跟他说。不过六合，我得先说道说道你。我怎么了？你那脾气啊！我要是再跟他说好了，你可千万别去再说什么了。你要再去说的话，惹出什么事来，我真的不想管你的事儿了。行行行，哥，我听你的。他只要把道给我让开，我扁屁不放还不行吗？豹子啊，火地工，大爷，小爷子，你咋过来了？啊，伯叔，找我爹啊！找你爸有点事儿。哎，爹，伯叔找你。那个，我们先干活去了啊！哎，你们忙。哎，我回来了。我说火地工啊，你们两家这点事儿怎么就解决不了了呢？那砖头都挪过去了，怎么又挪回来了呢？我和你坐，坐下来，我跟你说。你给我说了以后，我是不是让步了？砖是不是挪过来了？可砖咋又挪回去的？你得问问你的堂弟朱六合，净给我说些个横竖不顺茬的玉米瓤的话，咋的？我欠他，我该他的。我把砖又给挪回去了。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就看在老邻居老感情上，你也看了两个孩子的面子，你们两家千万别闹了。再闹下去，让村里人都知道了，人不会说哪一家不好，肯定说你们两家都不通情理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你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五合，你说的话在不在理？在理。可朱六合他讲话他太气人了，我实在看不上他那个熊样。你不看大人，你看孩子，你就看那彩霞的面子，你那砖应不应该挪？看来我还得再让一步。那我要是让了步，那朱六合那里那工作你……别，我先别让步，你先把他的工作做好再说。你只要同意挪，其他工作我来做，你别管，好不好？你听听，这是个人动静，这明摆的是跟我叫板。哎呀，行了，这都跟小孩似的。你看看你，你同意挪砖就行了，你进屋休息，工作我来做，好不好？走吧。来，你们俩，啊，双全，听我指挥，跟我挪砖去。哎，啊，慢慢啊，走。来吧，咱们辛苦辛苦。为了两家的关系怎么办呢？啊，来吧。哎，彩霞，你别干了，一会儿你递给我啊，让我过去。那你过去，慢点。哎，抓紧手啊。彩霞，你在这干什么？
啊，这有你什么事儿？回家去。我跟你说话了，你听见没有？回家去。小六说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没看见我都在这搬砖的一起？你把他喊走，有本事把双全也喊走，你把我累死算了。行，不回去是不是？你等着，你等你今天晚上回，你看我怎么跟你算账。有本事跟我算账，真是。爸，别理他。这点活哪能劳你大家呢？来来来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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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歇着去啊！我和双圈一哈腰，这点活就干完了。哎，你看，哎呀，歇不过我是吧？不是，一会儿就搬完了，一块干一块干。哎哎，你别，回去吧回去吧，我和双圈干就这么点事儿呢，你说，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。你带他们干？你看你请好吧，你请好请好哈。哎，小乔，干完赶快回去啊。行行，好了。算下多辛苦啊！哎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快走了啊！好。哎，彩霞，走，不干不干不干，你也别干了啊！没事儿，快干完了，咱再干会儿吧，叔。别让你爸着急啊！回去歇着去。双圈，快啊！去让彩霞回去。彩霞，那你先回去吧。回吧，可以。那行吧，那我先回去。早歇着，要不你也歇了，明天再干。你甭管了，一会儿就完了。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早歇着哈，彩霞。好。干啥呀？吃吧。啊？不，你怎么的你？啊，你还要不要个脸了？你要不要脸？我还要脸呢，啊？你八辈子找不到对象了，非得跟那个双全啊？我越不让你上他家去，你越去；越不让你去，你越去。啊，还偷偷摸摸跑到人家帮着洗衣服去了，这又帮着搬砖去了。你说你挺大个闺女，你还丢不丢人呢？你啊？我怎么丢人了，爹？你说你怎么丢人？我哪不要脸了呢？爹，你说我从跟双全处对象开始，你这就开始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你是看我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，我们俩干什么都不对。我哥跟小梅处对象，你怎么不说他了？不就是人家爸爸是个官吗？你不就看上这个了吗？爸，你别老说我，你想想你自己是不是势利眼？行，真是翅膀硬了，反了你呢。妈，哥，呀，媳妇，哎呀，你哥发什么疯啊？哎，哥，你动什么手啊？你啊，你我一去，妈，把彩霞拉屋去，快点！你让我爸打我，爸，你让我爸打我。行了行了，彩霞回屋，快点！我爸，怎么样？爸，你打呀你！行了行了，你打呀！回去，小心小心。你打呀！你打死我！我告诉你，我宁可打死你，我也不能让你出去丢人现眼去。看见了吗？又打彩霞呢。咱把刀清开了，这不问题还没解决。你当他打的彩霞，他打的是你爹爹。行了，我也不让了。
爹，我就是喝出劳命来，我把倒腾过去砖，我再给他倒腾过来，我就不信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就。爹，你这是干啥呀？爹，你说为这么点事儿，那五棵树都来多少回了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 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，我就不能让他朱六合给吓着。哎呀，爹，你就别搬了，爹。你来我干啥？你哈，媳妇没娶到家，你就把爹给忘了是吧？媳妇没到家，你就嫌你爹脏了。整天拿了个小刷子在你爹面前比划，你比划啥呢？啊，你再比划，我告诉你说，我你那玩意儿我给掰成扔了我。 爹，我求你了，你别搬了，爹，别搬了！不是，你怕你未来老丈人，我不怕。爹，你咋不干？你为啥不干？你让我一个人干。爹，你要真干。 给我干，爹，你不是要搬砖吗？我搬，你看着你儿子我搬，啊！我就是让他朱六合家看看，咱家。 不怕他，爹，你别吵了，不怕他，别吵了，我这不心疼你吗？新娜，你快去看看，双全原来帮着他的爸搬砖堵道来了，你快去，爸，哎呀，行了，爸，行了行了，太气人了，大半夜的你闹什么闹你啊？啊，你说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你别再生气了啊。 其他伤势你不知道啊，锦堂，看着没有，就这样的人家啊，你妹妹还当个宝似的，啊，哭哭咧咧的，你说，行了行了，这回你知道了吧，什么叫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这就是，啊，行了爸，你回去睡觉去吧，啊，我替你去看看，快去看看。 两个老人之间的事儿，咱们当小的应该往好里劝，不应该往里加掺和吧？你怎么还跟着搬上砖了呢？南哥，你不怪我，我爹把我从小拉扯大，不容易，我不能有了对象就忘了爹呀。行了行了，你不愿干就别干了，别在这哭天抹泪的，让我看着心烦。 让我自己干。哎，爹，我看。